玩一試時間3:45，先頭玩了三鋪一道，其中突破玩個突破做攻擊方，那個擊殺數也再次突破紀錄，已經是突破最高的。先頭那鋪一道殺了103個，因為我首先就是當我啱啱車人第一個地方攞個支爆零幾槍殺幾個人之後偷咗個視盲塔渣，跟住都話有一個好處就係咩咧？當防守方最淨係得翻最後嘅基地嗰陣，即係佢如果扯完飛機場嘅話，冇曬飛機，扯埋嗰個儲油槽同埋嗰個儲油站嗰度完咗之後，塔都冇埋，咁所以話嗰個地方係即係得翻人，但相反最尾都係輸咗。而我手103.40次，咁但係呢個紀錄都可以話唔係好常見，即係玩真突破嗰個殺擊殺數都好多嘅。曾經有一個手110幾個，但係呢一次都有殺最多人嘅一次。呢個歌唱比賽又係都可以話啲不一樣。我哋記得好多都係好多第一次上嚟，不過 boy band 嗰個人都比較即係佢又可以話好被動，甚至可以話佢係好興奮嘅一個人。但發誒，我見有啲歌嗰、那個唱歌嘅人係有出聲，但係冇聲嘅。我跟住然之後唱下先知原來支麥壞咗，於是重唱。而 band 隊最尾表演啦，跟住後尾聽到一個。那個唱歌的人就他說這半年來有一些憤怒，所以說我會唱一首歌是海闊天空版的，然後當我聽到歌詞之後就知道他唱什麼歌，他是唱願歌人歸香港的海闊天空版，即是我聽到歌詞知道是什麼，然後個個全程一起唱，而最後唱完之後就是坐在那些同學仔就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紀念大作記得幫我又叫黑白黃香港人那些，我心想這些東西我都撳住，連老師都沒可能撳得住，有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是自由的，你說不說都是自由的。IG 他說明天全部人做食衫，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有人做食衫戴口罩聖誕峰會，我們9:00去到元朗西站等，然後看戲之後吃 M 記，吃 M 記之後閃，都是說這一年都是一些不一樣，
如果你記得昨天發生什麼事，你應該知道昨天這輛巴士他說粉嶺公路那裡就撞樹，跟住造成六死四十人傷。他揸978巴士，跟然之後個個就話呢件事都幾慘，但係相反有啲人都好難去就話，如果死者係啲休班警啊或者藍絲嗰班人，咁就同啲心諗。如果你話死一人，咁到底特別好笑，我都覺得。你試諗下，舊年二月呢、這個大埔公路嗰九巴車禍，跟住2017年九月嗰個深水埗嗰個巴士意外，2015年嗰個小巴嗰個嚴重車禍，都係咁唔通話好笑啊？